看看新闻网。上好，谢谢。不开心。可是我不开心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个胖子就无所谓了，因为本来也是这样。我只是觉得在这种舞台上，其实我可以跳很多种舞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民族民间舞现在就是在社会中不受大家认可，但这才是我们中国真正的东西。就我一票都没有也无所谓，我必须要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。 吃饭我说好，喝酒去了，拜拜。